我带新月女去，这两天我老在想，女女爸爸妈妈出事的时候，她那个伤心难过的样子，我怕，我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女女。 奶奶，你不喜胡说八道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奶奶，云深，你答应奶奶，如果我手术当中有什么不测，你替我照顾女女好吗？ 不要，云深不要。奶奶，既然你都这么担心她，你就更要好好的，长命百岁，亲自照顾她，啊！你奶奶的事，我表示遗憾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你奶奶的肝源是怎么得来的？云深肯定是瞒着你的，但你应该很清楚。我很感激他为我做的一切。朱医生，人不能太贪心，什么都想得。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让云深受伤，我很抱歉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不要把他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男人。 七成，当年五岁那年，竟我们富家门，你就是家里的一份子啊！你去想想，爷爷我们亏待过你。哼，嘴上说是一家人。 事实呢，我为云深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，而云深为我做的，哪怕是一小点儿，你们恨不得我刻在心里。如果这个就是你所谓的不亏待，是的，我都记得。当年明天，要他们建在支持，厂里这么多人也等着开饭呢。 我是有我苦衷的，那我妈妈呢？她受的苦就是活该吗？